啊，这个要从里面进吧，要不然讲 control 又要走回去。还有这个，大人是20，小孩子8块。这个有点恐怖。对。说了找错了，那前面是老古董吧？啊，荒唐了！以前的相机架。以前的录音机，然后以前的可乐瓶，哦，看，这是时装吧 ？Skin test。哦，那弹那个皮毛棒子。哦，皮毛。嗯。还有皮毛。The reset， 还有以前的大哥大，还有电话，大哥大，以前的电话，还有以前的锁电筒，打字机，现在都看不到了，以前的广告牌，可乐。Fanta， 以前 Caltex 的 banner 吧，整个地方全部是老爷车，以前的1985年的 Pontiac V8 引擎。这个还可以上路的，无人 fitness 到21年呢，21年9月。整辆车都保存得很好，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吧？以前的 spare tire。1933年的 Packard， 现在应该都没有了，才39.2马力吧。这些车完全都是合法，可以合法上路的，因为他们都有这个 road tax， 都是有还路税。这是应该是很老很老的，这个连我爸都没看过吧？他的手刹，然后他的牙，进牙，这么高，完全是没有屋顶的。From 1973 Triumph Spec， 3升 V8 引擎，145马力，三定。Vespa 400 Fiat 两个人坐的，还是敞篷的，这个也是敞篷的，Vespa 400，这边也是有电单车。这个也是敞篷的，这好大呀，蓝光的。Series 100。
它里面竟然是红色的，好烧的颜色。放在。哇，这个引擎到底多大啊？这个也是 V8 4.7 啊、Supercharge。里面应该是真皮的，全部。看看这个都完全，这是以前老C才有看到的吧？对，这个当年。这样拍。这个是 Ford， 全部都是老车的。咦，后面还可以坐这个人吗？嗯。哇，后面是行李箱，放行李箱。后面还可以坐这个人，可是 Ford。New Beauty， 以前的 Horsepower 小小吧。哇，这个还是那种用手摇的，车窗都是用手摇。这还有拖车，以前拖车的。后面还拖着一辆车。Range Rover， 这是 Range Rover。以前呢都是手动机械，现在全部都是换成自动机械。然后这边还有这种 Shell 以前的 logo， 摩托二 Shell 以前的标志，还有它的那些板啊。看看椅子，摩托二，以前加油的吧。特地做给他，像机械房，专门拿来修车的。这些都很老了吧，都已经生锈了。他的车完全都保存到很好很好，你可以看到。都没有什么东西过了，然后那个机械都完全保存得很好。Ford Custom， 这个是 Chevrolet。1940的 Chevrolet Deluxe Convertible， 就是敞篷。哇，这个好帅啊，金色的。然后旁边还有 Supercharge， 这些都是引擎吧 ，Urban。他的座椅还有刻了他的名字。他的标志。他的车也太阔了吧，应该是超过三米吧。啊，这个最常在 Fast and Furious 看到的 Demo Muscle Car 4.2 V8 引擎273马力。Dominic Toretto 开了车。Plymo， 巴拉库达，后面好酷、哦，至少可以放两三个行李箱吧。它里面都是那种旧款的，它的仪表啊，哎，竟然是自动牙，我还以为这种车都是手动牙，结果是自动牙。它旁边呢有这个 V8 Barracuda V8 引擎。现在去看其他的，这个也太搞笑了吧！1959 K200， 就反正好奇怪的车。嗯，两人座。两人座，然后三个轮。我们去后面看吧，
个也是以前的戏，好像有看到了。1958的伊斯坦 Model Q， 就坐两个人，然后是 BM 坐的，他的门是前面开的。1952的 Fiat Topolino 500cc 大的，他的门是这样开的。当然这边他说不要随便开他的门，所以就没开了。以前的1972 Fiat 500， 现在你经常看到吧，这个是他的老款，这些全部里面都是 Fiat 的车，好小鸟。以前的德士，这个是敞篷，摸过摸过，1957到1967的格里，这个是 NSU Spider 1967，后面呢都是他的模型，还有他的标志啊，应该是之前留下来的吧。这个很普通，还有收集车的模型啊，油站模型，卡车的模型，车牌。这是 North Island 以前的 map， 好吧，我们现在上二楼，二楼还有呢， Let's go。 现在在二楼依然有玛莎拉蒂1962年的玛莎拉蒂 GT Coupe 330马力的，意大利进口的玛莎拉蒂标志，然后还有扶手，然后除了很好，还有反光镜。然后我是不是那个玛莎拉蒂标志海神，然后这个就是 Fiat Sport Spider，都是敞篷的，然后后面这两个就是保时捷了，1969年的保时捷，跟现在好像没什么两样，没什么改，就是可能改灯啊，改它的轮毂啊。引擎应该是在后面吧。慢些啊，好多油腻。这个也是 Fiat， Fiat 的引擎 1.5T，金色的，然后那个白的，第二次大概每次用的，这是，以前的米其林酱炒的味，以前的米其林酱了。前面今天还戴眼镜，应该不是戴眼镜哎、欸，他是因为哦有啊，戴眼镜啊，真的戴眼镜啊。以前没今天这样戴眼镜，奥斯汀，哦，这么多啊，奥斯汀 A 四十，有些车他都没有看过的，完全不是福特。GT Coupe， 98 Nash Metropolitan， 哦 Triumph，
Dolomite。以前老车都长一个样子，现在全部都一样了。好臭。Parrot。以前的海浪上。后面。这是以前的海浪上。Morris 1957。后面可能还装货了。没有了，最后了。哦，他还有说他车前面的，就是引擎盖前面的网。然后他还有说他的引擎也是 General Motor， 应该是 V， 看不出，所以是。以前的风扇带，还有风扇带。车展就这样啦，这一个就是它的车展啦，然后门票差不多20块，我这个看完了，我们要驱车，现在我们就刚逛完了，要回奥克兰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呢，就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然后不要忘记订阅，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，回奥克兰了。